只要我有机会留下来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这凯文啊，容不下你，你可能得离开。我可以不比赛的，我可以继续当陪练。晨儿啊，要让你走的，或者说抛弃你的。全国大赛啊，你可能上不了。凯文啊，我就跟你较上劲了。我可以去跟凯文哥道歉的，我可以继续当陪练。你他妈是不是傻呀？你当什么陪练呢？川啊，要让你走的，或者说抛弃你的，是我。我不需要你了。我如何抹去？现实就是现实。能不能再拾起？